台东的森永部落靠着野菜闯出一片天。以前野菜是部落居民餐桌上的食物，现在成为部落维生的重要产业。小小的野菜如何带给部落希望？马来西亚的边加兰将设置石化专区，填海造陆的工程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在台湾争议多年的国光石化开发案也准备进驻，两国政府对于石化产业的支持将为边加兰带来什么样的改变？马来西亚居民抗议台湾输出污染产业，将边加兰当成垃圾桶，石化产业的发展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台湾又要如何面对？这里啊，对啊，我从小做到大，从小做到大，二十多年了，三十年了，30年，从一种网抓吗？还是一种网抓？嗯，我老是讲，会同时抓到花枝虾子，大多数二打四的，一起上来，我那个讲，就挂了讲，最大，你看那个小的打四的，风级最大，哦，挂了讲就是大虾的，大虾。嗯，有的。头前都够吞了，填海了够通了，无船都袂使挖了，船袂使挖了，这填这个海里百姓袂使挖船的，你别头无你挖的。啊，今仔日袂使抓，抓安怎？抓错了，还得算不可以抓。没有污染的环境下长大，我只希望海湾的天空没有化学抽烟。你听到边加兰人民的呼唤和无奈吗？烟雾缭绕的这座祖庙位于马来西亚柔佛州边加兰村的斯湾岛，这是当地省氏望族的宗庙。212年前，他们移居到这里落地生根，每年中秋前后都会酬神祭祖，希望先祖继续庇佑他们在此安身立命。不同于台湾祭祖时采用鸡肉、鱼肉和猪肉，边加兰居民还有一项特殊的祭品——龙虾。龙虾是我们这里土产，我们这里土产来的，就是我们这边专出产龙虾，所以我们就把最珍贵的东西献给我们神明了。边加兰素有龙虾小镇的美名，位于马来西亚柔佛州最南端，和新加坡的往来只需要45分钟的船运时间。因为淡水与海水相交，边加兰有着丰富的泥滩地生态，盛产鱼虾。路旁外的礁岩则是孕育龙虾的宝地。这片大海是和新加坡交易渔获的重要航线，但这几个月以来，在海上航行的不再是渔船，而是秋沙船以及怪兽。啊，这个原本是海边。就是它填到已经是，留着一条水沟，然后其他就变成陆地了。围篱里面都是填海填出来的。对，对，你看到整个蓝色的围篱都是。孙秀斌本来是个补习班老师，对边加兰的环境和历史几乎一无所知，
直到今年三月，马来西亚政府宣布要将边加兰打造成石油与化学发展综合中心，孙秀斌的双眼才开始凝视家乡。所以整个看到的都是围起来，一两个月前应该还你不会看到那个沙，就只是看到这个蓝色的芯片，好，然后这个是近期近一两个月才他们继续在填高上来，所以速度是蛮快的，之前会更快，以前是24个小时操作。马来西亚目前是亚太地区石油蕴藏量第三大国。2010年起，马来西亚政府开始鼓励民营企业投入石化产业发展。2011年，马来西亚国油公司率先推出以轻油裂解厂为主的边加兰炼油与石化综合发展计划 （RAPID）， 之后陆续吸引戴乐集团和荷兰皇家福宝集团以及台湾的国光石化投入。RAPID 计划开发范围位于头湾、大湾、二湾，占地2630公顷，每天提炼60万桶原油。戴乐集团和荷兰皇家福宝集团在边加兰的三湾填海造陆283.28公顷，建造深水码头来接收原料。台湾国光石化也发展轻油裂解，在边加兰最热闹的四湾岛，占地1618.74公顷，每天提炼15万桶原油。目前 RAPID 计划和戴乐集团已经通过开发，国光石化则还在环评当中。今年七月开始，填海造陆工程启动，围篱和重机械像一只无尽延伸的大手，24小时不停歇地侵吞边加兰的海岸。乘坐林友胜的渔船从边加兰村的三湾往南中国海航行，抽沙船如一堵高墙矗立在海面中央，隔绝了渔民与海的联系。这艘船呢是在沙来田 里面的，一本我的渔网就放那边过来的，这线全部给它破坏到完了，渔网全部给它勾起，放渔网的网门全部给它拉到完，所以只剩下里面几张渔网可以做而已。林友胜在边加兰捕鱼已经超过30年了，以前每天放21张网，天天满载而归，现在每天放不到5张网，却天天空手而回。你的尾巴里面你有没有看到鱼？有没有鱼在里面？空空的，没有鱼。我们向来就是这艘船在养活我们一家人，还有我工人也是靠这艘船养活这家人啊。我本身是5个孩子啊，我的工人3个孩子，你加起来12个人啊，就是靠这艘船来维持生活啊。若是没有得做，我也不能这样啊，因为我都读书就不会读啊，那做什么工好？这年纪也是大了，也没什么好做啊。哦，好了啦。啊？哇，臭的，那个金木炉啊。好大只哦。好大只，这个是都是新鲜，很好吃啊。这个金木炉大只可到十三、14公斤的，是。
这个应该是有整十公斤了，这已经算很大的。我捕胖看到的是差不多两公斤、三公斤这样子的啊，就这样穿而已啊，这就算很大只的。每台金价格可以上看300元台币的金木炉，以前经常是林友胜的囊中物，但这几个月来，林友胜再也抓不到金木炉，丰饶的海逐渐枯竭。喜欢那个好像有半咸淡的水，有河的，他喜欢住在里面，因为他河里面那边有鱼啊，他最喜欢吃的。因为他也看后岸那边有很多那种鱼，那个被海边田那边过去，已经那个小的鱼都没有地方好去了，他没有鱼好去，他就不能跑进那里了。填海造陆的机械，黑白的新生地和沙滩上的围篱连成一线。填海造地工程从陆地到海关，延伸成固若金汤的死牢，龙沙小镇居民的命运也被彻底的改变了。这个24小时没有停的，它24小时一直是这样子转那个水泥的填排，那么它不是泥水的啊。原本这边这一带是有龙虾的，这一带下面是那个石头围的，现在你看石头被它挖到完了。因为在海里面有些是石头啊，有些是烂泥啊。这一段刚好这段是有那个石头的。以前人家抓龙虾都是在这边，现在龙虾这边龙虾一只都没有了。马来西亚政府在大海中立下一根又一根的黑色基桩，宣告着这片深海湾澳不再属于淘海人，而是石化产业专区的专属码头。捕不到鱼，也抓不到龙虾。陈荣立不久前告别大海，投入填海造地的工程师做。许多渔民很不谅解，认为陈荣立是帮凶。陈荣立只能默默地把苦往肚里吞。多少人家会讲，我们是没办法，为了生存啊，是不是？我们不用吃不用紧，小孩子也要吃嘛，是不是？没有办法啊，多少会啦，是这样子哦，因为都没有办法。以往林友胜捕获的鱼虾都会直接在岸上的加工厂制作虾膏来贩售，如今工厂已经废弃，一张张被抽沙船碾破的网也散落一地。老渔民沉默捕着渔网，仿佛在挽救自己的余生。欢迎招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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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从1960年代开始发展石化产业，工厂都坐落在西部重要农渔业产区，长年以来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学界质疑，因此提高了西部居民的罹癌率，也破坏生产环境。2007年，国光石化选定云林台西进行开发，引发当地民众反对。国光石化在2008年改往彰化大城投资。学者评估，国光石化一旦开发，全台民众将因为空气污染减少平均寿命23天。加上开发国光石化是为了外销，而非满足国内需求，这种流血输出的发展模式，让全台民众串联，开启长达5年的反国光石化行动。各位朋友，你们相信国光石化会不会倒下来？要求行政院透过经济部促请国光石化，也就是占国光石化43%股份的中油公司，在他要举行的股东大会当中明确的表明不会支持国光石化开发案在彰化县继续进行。假设国光石化公司有任何决定要进一步在海内外做任何的投资的话呢，经济部都会给予必要的协助。比较大型的这种计划，大型的石化计划，比如说大量生产这些原料啊，
这样子的计划可能在台湾是比较不容易了，台湾地狭人稠这些，所以说他是鼓励说量，有关于量的扩建是尽量鼓励在海外。国光石化撤案以后，经济部鼓励业者发展高质化产品，为业者在国内寻找投资地点。但近年中国的乙烯产量从2000年的470万吨，一路攀升至2012年的1758万吨。看准中国市场，业者还是往东南亚、中国寻找发展泛用塑胶的场域。在马来西亚政府的积极招徕下，国光石化决定前往投资，规划在边加兰日产15万桶的石油脑，制造一年80万吨的乙烯，下游则规划30座石化工厂。马来西亚它也是，就是说，跟中国大陆它等于算是东协加一，对不对？已经是从今年开始，已经算是零关税嘛。所以说你在马来西亚，比如说有投资计划，能够有产品，那出口到比如说中国大陆或其他市场的话，它是有关税上的这个优势。所以马来西亚它是有一些这个条件。但除了此之外，马来西亚政府它提供很多的这种免税，比如说投资抵减啊，这种获利的这种税的减免啊，当然另外它还很多这种地方上的这种环境，你比如说是没有台风啊，没有地震啊这些。如此庞大的开发规模，当地居民毫不知情，直到国光石化和马来西亚政府签订投资意向书，居民才知道石化工厂即将入住家乡。这是国光石化的哦，这个图有写出的，多大的范围来做？从那个政府部门那到得到的信息是4000亩嘛，是国光石化4000亩，单单一个国光石化而已，就拿掉4000亩。我们是来深远地方反国光啊，所以他们变成要来看一下，我就是这样子就太离谱，他们自己本身国家不要东西，你丢在我们这边，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不过因为国光已签有协议书，这个地段就是国光的，就是 CBC。蔡平先是个蔬果小贩，因缘际会得知在台湾受到严重抗争的国光石化即将到马来西亚投资，他开始组织自救会，邀请台湾的环保团体前往分享抗争经验。石化业真的如果那么好的话，我们一定人的话，台湾人的话就把它留在那边，不可能会留到这边。我不晓得大家想法怎么样。我认为只要大家有决心，你可以去看到一些你们的未来其实掌握在你们手中，没有人可以帮忙你，就像你们当时一样。这个国光石化是我们台湾行政院他们所公布的一个国家重大建设，所以怎么可能透过你们几个环保团体，透过几个年轻的小伙子，透过一些根本没有这个社会权利、公共权利的这些人可以反对成功，连我的老师都跟我说不可能，你们不可能成功的。但是我心里就下一个决定说，不管会不会成功，至少我努力了，因为在这个地方是我们做研究、做生态这么美的一个海岸，为什么要把它破坏掉？所有的抗争，从台湾到马来西亚到其他国家，它其实是一个自我再教育的过程。也就是强迫自己去重新认识自己那个土地，重新去评价自己的那块土地。台湾经验鼓舞了边加兰的居民，他们规划在2012年9月30日举办反对公害输出的集会行动，争取绿色家园的信念席卷边加兰，扩及全马来西亚。深爱土地的人们不远千里来到龙虾小镇，要台湾和马来西亚两国政府听见他们的声音。